会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河北协会张杰会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好，邢春来大师为我们河北协会现场的一幅作画已经完成了。这幅画的寓意吗？可以。什么时候？各位朋友，河北协会的所有的朋友，诸位方方面面的有缘之人，这样我说上两句话好吧。今天呢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高兴，今天能够来到